边，不用动它。又要站后面点啊！好，姐姐走了，该你。小朋友下，他在下面看着你。好，你下去看。确认他是躺着，才可以让他下去哦。来，我们先坐，先坐好，先坐好，然后绳子拉好，拉这里，拉这边，拉这边，两只手啊，两只手，这只手放开，这只手放开，这只手放开，然后抓这边，然后脚夹，脚踢好，夹好。手身体要直直的，好吗？可以了吗？好，下去了，小朋友不要再滑了。好，要下去了哦。下去哦，脚夹好，不要动哦。好，下去了，小朋友不可以动哦。小朋友来，小朋友在旁边呢，哈。跟你哥哥走。我直接走楼梯好了。最头痛的。在走楼梯。走楼梯。背好痛啊！因为我是压车。走楼梯。你不要再走到草地了，草地不是给你走的，你要走楼梯。我不走了。到旁边。来，把直放在草草道中间。不要，别走路。注意一下前面的人，前面的人，要离开的话要踩踩点高，小心下去。滑下去之后，不管你在哪里，都要这样子把小朋友走到底，再拉走楼梯。到后面。想说，哎，直到走到滑到一半停掉，然后这样跨过去，都要跟人家撞在一起。最后一次带了，等一下不带了。到底再走楼梯上来。好，来，脚夹好。身体躺低一点，就会溜越快哦。好，开始哦。快，快到不得了。好玩啊！嗯。